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o our second day of the Global Space Exploration Conference, GLEX 2021. As first item on our agenda today,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highlight lecture by Mr. Xiaoyong Wang, President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 and IEF Vice President. The topic of his presentation is Space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Human Mars Exploration. Unfortunately, Mr. Wang could not connect live today as he is busy with launch prepar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therefore he has sent us a pre-recorded lecture. Please enjoy.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王小军。今天我交流的报告是载人火星探测航天云飞系统，这也是我作为组长的一项IAA研究课题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很高兴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大家知道，火星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的重要探测目标之一，中国也把火星探测作为深空探测的首选目的地。 在去年7月23日，采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将天问1号火天探测器发射升空。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天问1号火星探测。天问1号由环绕器、着陆器和助融号火星车构成。助融号火星车设计寿命为3个火星月，相当于92个地球日，搭载了6台科学载荷。 包括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多光谱相机、导航地形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磁场探测仪、气象测量仪等。天问1号于2020年7月23日在文昌发射升空，2021年2月10日进入环火轨道，对火星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遥感探测。5月15日，着陆器成功着陆火星表面。5月22日。 助融号火星车踏上火星表面，开启巡视探测之旅。6月7日，天问1号发回了任务着陆区高分影像图。助融号火星车与天问1号环绕器发回了许多影像数据，从图像中可以看到，着陆平台和助融号火星车的驶离坡道、太阳翼、天线等机构展开正常到位。此外，环绕器还发回了火星表面着陆区域。 以着陆器分离的照片和影像。接下来，请大家观看天问1号载入着陆的演示动画。祝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尊为火神，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寓意点燃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持续探索和自我超越。 目前在火星轨道工作的火星探测器共有8个，在火星表面工作的探测器有4个。祝愿这些仍在工作的探测器持续健康工作，取得更多的探测成果。人类的探测任务可分为无人探测和载人探测2种方式。相比无人探测，载人火星探测在探索地外生命、星际移民、推动科技发展。 和人类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前，世界航天也开展了很多的载人火星探测的研究工作。
接下来我分四个部分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研究成果。首先是载人火星探测任务的任务构架分析。第一部分，任务构架分析。载人火星探测任务流程复杂，任务安全性要求高，首先需要对任务构架设计开展全面的研究工作。影响载人火星探测任务构架设计的因素有地火转移轨道类型、出发时间、出发点、推进技术、是否采用气动捕获等。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对于载人火星探测任务，火星停留时间是一个关键参数，因此载人火星探测基本轨道可分为长停留合适轨道和短停留充实轨道。长停留合适轨道任务周期较长，但转移速度增量需求较小；短停留充实轨道任务周期较短，而且所需的速度增量较大。实际上在地球和火星之间也存在着循环轨道，可以定期重访地球和火星，适用于长期多次的载人火星探测任务。地球和火星之间存在小会合周期和大会合周期，可以看出2033年、2035年、2037年、2041年、2043年等的合适轨道和充实轨道速度增量都比较理想，两种轨道类型都适合载人火星探测。出发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因素，这里列出了从不同地球出发点的对比情况。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从高轨 HEO 日地 L2 点地球逃逸所需的速度增量较低，可以作为多次任务的优选方案。同时呢，由于日地 L2 点的人员单次转移时间较长，所以选择高轨 HEO 的出发较为合适。推进技术选择方面，化学推进技术成熟度高，但目前比冲最高的氢氧推进剂比冲仅能达到460余秒。从 LEO 出发时，地火转移级高达1000度，规模较大。在核推进中，核电推进比冲能够达到3000到10000秒，但推重比低，单程飞行时间过长。核热推进比冲能够达到900秒，推力可以达到10吨级。相对于化学推进，地火转移级规模能够降低3倍以上，是目前载人火星探测方案设计的重要选择。核聚变推进理论上具有更高比冲性能，需要理论和技术的突破，适合作为载人火星探测更远期的研究目标。此外，我们还研究将天梯这一新型运输系统作为空间出发点，能够降低火星探测运输的规模。在载人火星探测任务中，到达火星和返回地球是否采用大气捕获对速度增量的影响很大。采用大气捕获能够有效降低运输系统的速度增量需求，从而降低对运输系统的规模需求，但需对气动、防热、控制等技术难点进行攻克。第二部分，发展路线设想。基于上述构架设计因素分析，下面给出我们形成的载人火星探测发展路线设想以及相应的任务构架。我们提出了载人火星探测的发展路线设想，共分为3步。第一步是机器人火星探测，这一步是技术准备阶段，主要执行包括火星采样返回、火星基地选址考察、原位资源利用系统等建设等。第二步是初期探测，这一步是初步应用阶段，主要执行包括载人环火轨道探测、载人火星着陆探测、火星基地建设等。第三步是航班化探测，这一步是经济圈形成阶段，主要执行包括大规模地火运输舰队、大规模开发与应用等。在机器人火星探测阶段，采用大型或重型运载火箭直接将探测器发射至地火转移轨道，探测器采用化学推进选择脉冲式合适轨道，并利用反推制动达到火星进行探测。在初期载人探测阶段，针对轨道转移设计了一种新型任务构架，该构架采用核电推进、人货分运，在 LEO 组装，从 HEO 出发，配合使用火星气动捕获。右图是该构架的任务剖面，首先由运载火箭将载货转移级组件
及以后载荷转移至近地轨道，在轨组装载货转移级，地球空间摆渡级将载货转移级摆渡至地球高轨后再返回近地轨道。二，载货转移级点火进入地火转移轨道，采用大级捕获近火制动进入环火轨道，火星着陆与上升器在环火轨道等待成员到达，同时释放火星表面设施载入着陆火星表面。三，有运载火箭将载人转移级组件和深空居住舱等有效载荷运送至近地轨道，在轨组装载人转移级，并用摆渡级转移至高轨等待。四，到达载人发射窗口，有载人火箭将载人飞船直接发射进入高轨，与载人转移级对接，载人转移级点火进入地火转移轨道。五，载人转移级近火制动进入环火轨道，成员通过着陆与上升器载入着陆火星表面，开展火星表面作业。六，返程时成员进入火星着陆与上升器返回环火轨道，与在环火轨道上等待的载人转移级对接后，由载人转移级点火进入火地转移轨道，最终通过载人飞船载入着陆地球。在航班化载人火星探测阶段，采用核动力一体化运输模式，从地球空间驿站、日地、L2 等基地出发，选择地火循环轨道。地火循环轨道上已布置转移飞行器，转移飞行器的推进剂由地面或空间加注站补给。第三部分，总体方案构想。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路线设想，下面给出我们的运输系统的总体方案。与地球空间运载火箭相比，载人火箭探测运输系统有很大的不同。任务剖面由一次飞行进入空间变为进入地球空间、近地组装、地火转移、火星着陆与上升、环火组装、返回地球。飞行时间由数百秒至数小时变为往返数百天，飞行距离由距地面数百至数万公里扩展至数千万甚至数亿公里，同时交会对接次数达到数次甚至十余次。综合权衡任务的安全性和系统的规模两个重点考虑因素，我们设计了前面说到的初期载人探测的总体构架方案。在该构架中，运输系统包括运载火箭、摆渡级、地火转移运载火箭、火星着陆与上升飞行器等多个运载器组成。针对该任务构架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类型的运载器完成运输任务。在地球上升段中，采用7枚重型运载火箭和1枚载人运载火箭，采用技术成熟度高的化学推进。在地球空间摆渡、地火转移阶段，采用基于高比冲核电推进技术的摆渡级，以及基于高比冲大推力核热推进技术的地火转移运载器。在火星空间，采用基于化学推进的火星着陆与上升器。地火转移运载器采用核热核电双模式，其中采用3台10吨级推力的核热发动机作为主动力，利用核电系统为各分系统提供电源。载人型转移运载器总质量为246吨，加注108吨液氢，可以运送包括深空居住舱、载人飞船等共65吨的有效载荷。载货型转移运载器总质量为328吨，加注76吨液氢，有效载荷质量为206吨。摆渡级负责将转移运载器由近地轨道抬升至地球轨道，核电推进剂功率为兆瓦级，使用布雷顿热电转换系统和磁等离子体推进器。同时，火星着陆与上升飞行器采用单级垂直起降、载人载货一体化设计。第四部分，关键技术难题。最后，我们梳理了相关关键技术难题。载人火星探测航天运输系统飞行距离远、转移时间长、涉及领域广，对航天运输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关键技术难题主要包括
航天运输系统总体设计技术、大规模星际运输推进技术、精确制导与控制技术、能源与星际测控通信网络技术、轻质防热结构与可靠机构设计技术。火星探测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探索生命起源、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天文之旅已经启程，载人火星探测航天运输系统的研究更具挑战。我们愿与国内外同行和伙伴们一道携手，共同实现人类走向深空、漫步火星的梦想。谢谢大家。Well, a big thanks to Mr. Wang for this very interesting insight on the Tianwen mission, but even more about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Mars missions. Very detailed presentation, a bit difficult maybe to follow the quick subtitles, but you will be able to re-watch this presentation, which will be up on our website later on if you wish to.